一个榴莲引发的猫咪误会。榴莲真好吃，咋咋，你也想吃吗？嘿嘿嘿，喂，咋咋，这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小猫咪球也不懂。婉婉，你过来，给我澄清一下。婉婉，你能闻闻是不是榴莲的味道？不是咋咋想的那样。嘿，不是你往这猫吃盆是几个意思？你先尝尝，这个是榴莲，不是你那个。很好吃的，婉婉，你这是干嘛呀？我想我们之间有点误会吧。我不用，我真的谢谢。